我想是个吹风吧，因为现实我暂时没有受到邀请，所以这个是传闻，你们试试看，想想看吧。现在不是一个什么什么要回去啊， blah blah blah， 因为我现在还在做电影嘛，还要花时间做电影啊。但是你本人有兴趣接受这样的挑战吗？任何挑战我都愿意接受，不光是电视台，电影公司我也愿意，水天下一古天的也找我，我告诉你。但是我说，有多大的空间？